师生以后各安天命。江湖再见，你有你值得做的事，我们也要。我们决定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能够负担的职责了。你还要东西？不能死！走，我欠你们什么？承诺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四个人就叫一只梅吧，惩奸除恶。好，肩负使命，除强扶弱，除暴安良。好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放弃。一只梅能走到今天，是因为信念和勇气。世界上最难熬的一刻，就是离成功前的那一刻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。做好人，往往一辈子；做坏人呢，只需要一个念头。为你变而苦，内疚，痛心。是因为在一起时，我都没有做好。原来是我自己不懂珍惜而心疼，因为你是我懂得珍惜。离别是你曾经的我，离别不就是为了迎接另一个全新的未来开始吗？不是应当值得高歌欢笑吗？就像这一路上遇过多少挫折风雨，最过不了的并不是什么天崩地裂，我们最敌不过的其实是自己。